黑龍啊，黑龍。唔係，係我上次係嘅名啫。啱我個位置。你可以再坐多都 spot 啲啲咁多都。唔介意嘛？咁啊。我哋可以簡單咁介紹自己啦。原來咧，佢哋係當年訪問過我嘅。中午嗰陣時訪問過我，當然我冇印象啦，佢哋有印象啦。咁啊，訪問你可以中意可以講或者唔講都得，冇所謂。即係當年訪問我嘅問題咯。因為太細個，太細個唔知啦。超過十年，超過十年。咁我哋簡單介紹咧，佢哋咧由三歲咧已經識嘅喎。佢哋咧幼稚園一齊啦，係鄰居啦，跟住一路咧長大啦。所以咧，佢哋經常咧係講嘅話題咧都係圍繞一啲好生活，冇乜嘢係深度嘅嘢啦，已經係。咁你係咪兩個互催眠自己咧？其實因為我哋成長背景差不多，由細一起大，所以其實冇話會催眠，只不過我哋生活的方式同性格有少。唔係咯，其實唔係催眠，即係我哋唔是催眠啦，應該互相 support 大家，即係有唔開心嘅時候就會。開解曬。咁你唔開心嗰陣時咧，會唔會講一下啲人生嘅道理啊？應該行啲咩方向啊？你嘅人生嘅道理，你嘅人生經喺邊度咧？即係你覺得應該係追求係咩方向咧？咁你都試過係即係好活躍咁樣樣，可能係參與一啲活動啊咁樣樣。咁有冇啲乜嘢嘅你嘅人生嘅方向喺邊度咧？我覺得每個人嘅 stage 係唔一樣。如果在於我 ，let's say 啱啱 fresh grad， 我繼續做嘢，一定係往自己想要行緊嘅方向啦。咁繼而好似我哋做咗幾年嘢嘅，而因為佢又拍拖啦，我係 single 啦，咁我可能會揾哦，其實我係 looking for 一個點樣嘅人啦，或者可能其實我成日都諗每個人咧生存喺呢個世界上面，我唔係 bullshit 啦，我真係咁認真。每個人生存喺呢個世界上面係真係有一個 purpose， 唔係話我淨係每一日嘅學會同埋翻工。我成日都諗，因為佢好叻，由細到大好叻畫畫嘅。畫畫好厲害，我諗究竟我嘅 talent 喺邊，或者我其實究竟我出嚟一定係有啲原因我要出世呢個世界上，咁我嘅 talent 喺邊，或者我應該要 develop 緊啲乜嘢咧？呢個係我個過程我想睇嘅。係。你有咗呢種諗法咧，有咗幾多年？好細個已經咁諗，我 Rachel 仲未真係 exactly 揾到其實我 talent 喺邊。呢個你知唔知？我都揾咗成幾廿年。你未揾到啊？咁啊，呢個咧就係我希望可以幫到人縮短個距離，縮短個距離。咁首先咧，我發覺咗一個重點，你有冇宗教信仰㗎？冇嘅。咁你已經比人接近快好多喎。咁你有宗教信仰嘅人咧，九成都揾唔到。宗教已經好可怕嘅事情啊！我睇而家係咪仲係錄緊先啊？係啊。錄緊，錄緊啊！放心 ，OK， 好。我哋有 cam man， 從 B 已經變咗 cam man 啦。我哋非常之多謝佢。咁啊，今晚咧因為佢咧，所以咧我哋咧有機會咧訪問咧兩個，佢哋兩個識咗好耐，應該係北城嘅朋友嚟嘅。咁啊，言歸正傳先，點樣可以縮短個距離，揾到自己 purpose？ 因為其實唔係咁多人識得講呢樣嘢出嚟。尤其是上了年紀啦，又唔當然你唔係上年紀，我估你最多20歲啦。差唔多。我數學都 OK 嘅。咁25歲啦，喺個分嶺處嚟嘅，知唔知啊？25歲，哦，你知我。咁啊，如果你要改變自己嘅話咧，喺呢段時間咧係非常之重要，揾到人生目標係非常之重要。咁好少人有一個好長時間係想係揾到自己嗰個 life purpose。而如果有 life purpose 嘅人咧，你發覺呢個人咧係有生命力嘅。哇！我講起都唔想講。係有生命力，咁點樣可以發掘到自己呢？首先咧，如果你觀眾睇嘅朋友啦，首先你要冇咗宗教嘅信仰啦。咁點解咧？你哋知啊？頭先你所講，可怕。咁啊，再講埋咧，呢個唔知可唔可以講得啦？即係你唔好有一個愛國嘅信仰啦，因為你應該有愛地球嘅觀念。
因為我哋唔係住喺一個國家，我哋住喺一個地球啊，大佬！你個球你都未俾保得住你，你講國家，一個地球嘅觀念。咁同埋第三樣嘢，你就要愛自己，愛自己。咁愛自己呢個 challenge 呢個非常之 challenge， 因為通常咧而家咧喺香港地啊。由細到大咧，即係我哋個年代咧，70年代、90年代，全部講情歌噶嘛，就每天愛你多一些，就冇教我哋愛我多一些，咁已經催唔到你啦。哦，感情嘅兒女私情咧好重要，所以香港男人咧變曬乸型。你香港點樣揾到一個 man 嘅男人啊？你冇揾到一個 man 嘅男人，男人揾啊？我找不到，很難找。你怎樣定義 man 是什麼呢？男人呢，首先呢，除了肌肉之外，還有賺錢的能力，即是譬如鍾梅森，他有賺錢的能力，這個已經提高男性的荷爾蒙了。過來坐埋啦，我聽到，我聽到，你聽到，我坐埋我都聽不到，我啱啱開始。好好好，咁啊，男性譬如男仔咧，除了係即係以前年代打得啦，因為以前打得好緊要嘛。男仔係咩咧 ？Provide 同埋 protect 呢個男人嚟嘅基本嘅條件，跟住去到發展啦，多啲用腦啦，跟住你要賺錢多咯。所以而家呢啲人咧，哇，六合彩喎！有機會賺錢喎，咁個個都係即係樹高過頭啦。呢個男人基本上要做到，同埋要慷慨，慷慨。咁點解我哋頭先講嘅咧？阿鍾培生，鍾培生大王啊，唔好意思啊，我要借助你少少啊。鍾培生咧，佢係鍾氏家族鍾馗，你知邊個鍾馗啊？鍾馗啲後代。我都幾肯定嘅，知點解？因為咧，我發覺佢一定係撞咗鬼嘅。點啊？孤寒鬼咯。係咪要幫佢驅魔辟邪咧？所以咧，鍾培生2222萬，少一蚊都唔得。你知唔知咧？嗰日咧，佢打電話俾我咧，佢話咧，我而家我拳賽打完啦，我俾翻啲拳酬嚟啦，跟住咧。不過咧，你冇諗住咧，係我會加你捐酬咯，我一蚊會俾多你。真係係啊，係咁多就係咁多，係咁多咁多。但係咧，我你知唔知我幾怯場啊？當其時，我話如果你肯俾我咧，我心諗你肯俾我咧，我已經 OK 嘅啦。所以我冇一句都同冇同佢講過鏈價。哦，咁我哋所以最後就都係嗰個價錢咯，都係嗰個價錢，即係嗰個價錢咯。咁佢之前咧，仲佢有啲有啲唔強，因為出到佢自身唔緊要。我哋講緊咧就係即係男人，男人應該好似個太陽咁樣，真係男人啊嘛，太陽咁樣，太陽喎、啊。男人嘅 purpose 就係變太陽，熱星紅日光，膽似鐵，膽骨似精鋼，胸襟八千丈，眼光萬里長，細粉髮自強，做好漢，做個好漢子，每天要自強。嘿，熱血男子，熱星紅日光，呢個係男人嘅 purpose。唔怪之你男揾到啦。冇啊 ，zero 啊 ，that's why 香港男人 zero 好難啊！幾時見到一個好 man 嘅男人出現？有我即刻咁樣樣嚇，冇啊！咁女人你揾到你真我，揾到你 purpose， 女人係乜嘢咧？女人最要重要係乜嘢？你答我。男人唔留得咁多。我而家同你，我而家同你玩緊 show hand， 你揭我底牌。我要睇下你 show hand， 你有啲咩底牌俾我睇到先，跟住我先揭你底牌。我覺得女仔係應該要揾到自己嘅價值。勁，阿嫂。你知唔知呢個係 triangle 三角入邊其中一個最重要嗰樣嘢係自我價值，果然係 artist。
果然是 artist。 哇，曹 B 今日多得你的大協。OK 啊！啊 ，OK， 揾得到，因為呢個我今日同你講，佢有冇買六合彩8000多萬？我使撚咩？識咗你已經係中六合彩啦！啊，一講就冇錯啦！今日咧，你知唔知道自我價值？嗯，你好緊要，好很緊要。三個，仲爭啲咩咧？最重要，女人最重要三樣。第二樣係咩？哦，我本身都係想講 fairness， 但係佢已經講咗。冇馬後炮嘅。我講真㗎，行慢一步就俾人接觸先等。點解佢有男朋友？我哋知嘅啦，點解咧？快你一步。快你一步，就係爭佢一步。跑馬都係爭個半個鼻，就係爭呢個位。咁你話俾我聽啊！第二樣係咩？我可以引導你去。你覺得最重要的女人、啊、你想象，你想象下，你想象你自己男人先。你想象你自己男人，如果你係男人，我你最想女人俾啲咩你？自由。都好緊要。男人最想女人俾到乜嘢嘢？家嘅感覺，係啦，好 close， 啱啊，家嘅感覺啦。呵護照顧，男人最需要呢樣。你睇下林作，佢永遠都係呢個強權女人嘅框框入邊長大嘅。你睇佢老母。你看他老尾，再看完尾啊，你又不用再看完結尾都知道了。他一定他一定是找一些強的女人，家人的感覺，照顧女人，有個 value， 懂得照顧。第三樣是什麼？就是越南的，就是越南妹的。所以下班之後都做些這個，就加班了，醒醒咯，我自己都醒。醒是男女的概括的美德，醒通常比男人多一點，男人最重要是醒。我都不知道怎麼跟我講，女人都一樣，我真的怎麼講。要，但是男女，你醒一定比男人的。所以越南小姐姐漂亮，因為呢，男人不喜歡這些女生呢，過分醒，扮醒。咁如果佢醒，佢就唔會扮醒，佢會識得邊個 moment。女人最醒嘅女人係扮傻。常常佢識得某啲 moment， 係好少啲嘅女人。而家香港女人咧，女權主義，個個扮醒。咁啊，男人咧，佢咪好唔舒服咯。所以醒係俾男人嘅。我唔會咁樣，真係好慢。好慢。第三係咩？第三嗱，第三俾個空間俾觀眾啦。你慢慢慢慢咧就會諗得到。當你諗到第三乜嘢咧？我就揾到男朋友。哎呀！你揾到男朋友，你明白咗呢樣嘢。因為你有了呢三個入邊咧，你就知道你可以咧就係、是、你可以 message 我啊，係咪呢樣嘢啊？係咪呢樣嘢啊？揾到男朋友啦，係啦，有個三樣，因為點解咧？陰陽啊，男人我簡單講你有冇？嗱，男人最重要嗰三樣嘢係咩咧？太陽嘅光芒。唔使諗啦，你太陽光芒，你個個都你睇霍羅。即係唔係話佢去到太陽光芒，但係霍霍有好多女人即係黐埋喺㗎。你覺得點解咧？我想問阿曹 B， 點解霍霍咁多女人？因為佢靚仔，唔夠你靚啊！因為佢高大，冇關係啊！冇。你矮過我都打贏我啊！因為佢
識做人，識講嘢。啊，係喎，係喎，識做人，識講嘢。爭好遠喎！男人脫髮放嗰個廣蓋大方，因為太陽，你諗個太陽就明㗎啦。因為太陽係最終極嘅男人嚟咯。我哋由邊度爆出嚟先知啊？你話唔信啲，唔信宗教嚟嘅，一個爆一次。我真係冇信宗教啊！冇信宗教，你仲話下多下哇？我係咩啊？公司用現金入帳，唔知咩係集中四分之一，五分一應該話。係啊，石頭其中一個元素係真係石頭爆出嚟，但係再追咧，石頭邊度爆出嚟？係，但係個太遠啦，已經係近啲咧。石頭已經講咗啦，你冇理由爆至爆幾次㗎嘛？呢個你真係要知，你一定要朝住啲方向，你揾男人嗰個氣質喺邊度，朝住啲方向。石頭係太陽爆出嚟嘅，係嘛？點解？嗱，你有冇讀科學噶？細個有嘅，但係科學我知道冇教。點解太陽？太陽係 helium 氫氣，氫氣跟住地心吸力聚埋一齊，聚埋一齊佢就會產生 fusion 即係佢兩個融合。粒子融合爆裂啊！當佢爆裂，但佢地心吸力大到佢唔可以令到佢爆炸，翻翻轉頭，翻翻轉頭，所以你就變成一個太陽不斷咁樣爆裂，氫氣爆裂，即係氫氣彈啊，原子核爆，不斷核爆，不斷核爆，不斷核爆，氫氣、氧氣、鐵、金、木。全部都是太陽爆出嚟，我哋全部都係太陽之子。所有你見到嘅每一樣分子都係太陽爆出嚟。水、灰、鐵，全部都係太陽，所有都係太陽爆出嚟。所以你朝住呢個方向去諗咧，男人係爆出嚟。有咁嘅男人咧。你又唔得了，你揾到咁嘅男人咧？咁但係你同樣都係女人嚟嘅。女人係黑洞。哦，即係其實吸收。咁跟住咧，即係你係再爆發。不是佢吸收男人嘅精神。男性的精力跟住爆發新生命，宇宙最強大的產生生命體。咁點解生仔一定要女人生，唔可以男人生 ？Good and bad， 我俩是完全立场有关。有雌雄同體。然後，呢個世界有雌雄同體，有陰有陽。如果我哋嗱，我問你一個問題：男人佢可以去到一個荒島，全部女人嚟嘅，佢可以令到全個島女人生仔。所以生仔呢個嘅偉大嘅使命咧，唔係淨係女仔身上，男仔都好偉大。咁啊，朝住呢個去男性應該有嘅，因為咧你逢陽咧，逢陽必藏陰，逢陰必生陽嘅道理。你有咗陽嗰種嘅心理之後，你就會產生咗一種嘅氣質出嚟。而嗰種氣質，老實講，女人嘅氣質咧，女人嘅 purpose 咧，就係揾到一個可靠嘅男人，即係 responsibility 啦。佢啊不斷有 provide 俾你嘅 service 啊，
心目中，心目中，嗱，你同佢熟啦，細個佢有冇啲哇呢個男仔我真係好仰慕啊？冇啊。真的沒有，你有沒有拍過拖的？沒有啊。蛤？蛤？有。咁啊，嗱，你我哋因為我哋被人催眠咗，你對男性嘅個要求咧？啱啊！十年可能另一半要求。即係另一半唔等於而家你嘅男朋友啊？性格咯。即係有啲 artist 藝術味，都唔係嘅，即係傾到偈，神交到，好緊要啦。嗯，咪即係照顧咯，照顧緊要啦。仲有咧？我覺得價值觀似都係嘅。都緊要。起碼你溝通到。哦，咁啊係。你價值觀你自己都冇溝通，你升級。你有冇去過跳啲 social 嗰啲舞啊？我哋咧就去翻我哋話題先，點樣可以玩到自己嗰個 purpose？ 我估計你啊，都係比較傳統少少嘅女仔嚟嘅。即係生兒育女啊！大咗之後發現唔係嘅，一定生小朋友咪邊有家庭？哦，細個我係咁覺得嘅，跟住俾社會催眠咗，轉咗方向。唔係，反而係細個俾社會催眠啫。啊，點解人一定要有細個你就會覺得一定要結婚生仔嗰啲咁？即係你會覺得一定要有個 family， 一定要有小朋友，一定要結婚。但係其實即係冇人話你自己一個人生存唔開心。但係我冇留意到，而家都係俾人催眠嘅，直至現在都係俾人催眠。即係女權嗰啲，我覺得所謂自己開心就得啦。每個人係有唔同嘅要求，或者佢自己過得開心。哎，但係而家香港，身為香港，你好難忍受隔離嘅人催眠，身邊人催眠，政府啊，社會啊，好難喎。係咯，即係你要揾到你嘅 purpose， 你基本上你要，你係咪真係想揾你嘅 purpose？Be ready。No, you're ready. Million dollar revenue in year one, and million dollar in graduation. 有咁嘅勇氣喎！你犧牲啲乜嘢？呢個東西真係揾自我，最主要犧牲嘢。係啊，好大。你揾自我。好大犧牲㗎！因為其實你要建立上某樣嘢，你會先要做嗰樣嘢，係你想要嘅嘢，既計完你自己要自己要嘅嘢。之後你經歷咗嗰啲嘢，可能你開心。你揾即係我作一個比喻啊，我揾到我自己嘅人生嘅目標，終於揾到。咁你幾多歲開始發現呢套 theory？ 你覺得啊好 work 啊咁樣？最近，所以新師傅要攬，一定手攬。最近個目標，即係我知道係乜咯。當知道係乜嘅話，你嗰個價值觀啊，你嗰個你成個人有咗目標，跟住所有成個宇宙都會係幫助你去行呢個方向。呢個就係揾到你真正嘅目標，真正嘅 purpose。學你話齋，每一個人即生存出嚟，佢一定佢有佢嗰個 value， 佢嗰個 purpose。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都有。我嘅目標就係打開第二宇宙。
好簡單，淨係呢樣嘢啫。That's it and that's all 嘅。有有冇乜嘢令到你好 passion？ 好 passion 去做呢樣嘢。假如你今日中咗十億，中咗啦，已經係你要做啲乜？例如係唔知先咗。億多美金喎，我美金嘅，美金可能買到十億港紙俾你買到，同埋誒幾多動物？唔係十億港，唔係美金仲即係困住啲動物。你有啲道理。係啊，你十億困住啲動物，表示你有呢個女權嘅主權，宣示你嘅女權主義。你已經俾人刮到你個底啦，真係女權主義嚟嘅呢個係。真係沒有真的做了沉迷的，我不知道沉迷的，我真的不知道十億可以做什麼。好了，問你一個簡單問題，你覺得現在被人催眠的 percentage 來說，你真的覺醒的 percentage 有幾 percent 是覺醒的？我這一年 experience 了很多東西，所以我覺得自己覺醒了起碼 50%。 起碼 50% 你呢？他究竟是搞我自己的？是？你多少？玉女心經，我可能要頂。我仲未覺得我自己覺醒，未覺醒啊？未啊！阿曹 B 咧，我係啊，我應該係冇俾人催眠，冇我應該好少俾人催眠，好少俾人催眠啊！好，我覺得我唔多俾人催眠。好，50未覺醒，好少俾人覺醒，最撚精係佢。我食。點解？點解？因為一個人覺醒咧，必定發光發亮，不得了嘅呢個人，必定係咁樣。冇嘢係擋住到呢個光芒，冇 zero。覺得你發得好亮。是不是未覺醒？是不是他最醒嗎？最醒不代表他覺醒。Yeah, okay. 是啊，最醒不代表他覺醒，因為呢，你在香港，我簡單說，在香港沒可能不被人催眠。沒可能。逢香港人一定是被人催眠，一定。Or the other way around. 那有多有少的嘛。是的，其實有一些人怕醜就是被人催眠了，是不是？是啊，你想想怕醜呢，那個機會呢，怕醜是被人催眠的，可能是性格比較內向。你把你放在那裡，不用收到音，我們轉一轉個角度好嗎？我們收到音，我們轉一轉角度，我們轉一轉角度，你轉一轉個，因為咧，我吸收咗陰氣太多啊，我有一啲唔妥啊，有啲要沾翻啲陽氣，陽氣，沾翻陽氣，要男人嘅氣概，沾翻陽氣。咁啊，怕醜係咪？我哋又可以訪問下佢哋。兩位靚女，你覺得怕醜咧係同覺醒咧有冇關係咧？冇關係，冇關係。出嚟，但是我覺得考慮佢嘅嘢，唔係，都唔多少有嘅。嗯，可能性格怕醜。唔係啊，而家講緊怕醜，係咪俾人催眠咧？係。咁點解你要怕醜？唔係怕醜同催眠又冇關係。冇關係。怕醜，我覺得係個人比較。內向啲咯，即係性格嚟啊嘛，唔係人哋催眠你，叫你怕醜，係你自己怕醜。但係咁，你由細到大一定係
或者可能有些人天生真的怕你可不可以坐他那邊啊？邊正坐他的話 我會走到鏡頭是嗎你說一說一說不是我我會過來的 我就到位你說繼續啊說什麼剛才我說剛才你說什麼怕醜的問題怕醜是我覺得是一個性格即是人比較內向是一個性格不是被人催眠變了自己會怕醜我覺得有兩樣有些人呢可能真的做了事之後但是他很大的部分人真的天生就怕醜本身他不喜歡說話可能很多人不喜歡但我覺得有時候是這個性格即是你人生到底是怎樣即是學什麼受什麼教育或者是咯即是總之小朋友 BB 就是靜點的但有些人無緣無故大個就是很外向的所以反而可能是唔係，即可能係你，可能係你本身你個性格本身內向，而個可能就係個社會催眠令到你內向變咗外向。所以你就覺得性格係關催眠事咯？你嘅意思啊？唔係，即係你會俾你要俾個社會影響到你本身你嘅性格。本身你的性格就是內向的就是怕醜的但是你會比較社會令到你變了外向變了要扮到不怕醜要扮到很外向因為你要同時都會有可能你學校被人欺凌跟住你要做外向沒有像我們這樣我覺得我們這樣比較不焦慮我們一定要開心都有是我都沒有什麼關係我肯定一定要說有什麼成就的他不會他超級那我他覺得說我可以去出來咁我係你由細到大都係咁。由細到大都係咩？內向。佢內向咩？咁佢話佢內向啊嘛，咁由細到大都係內向。即其實實際上嚟講，我應該係內向。我應該係內向，只不過係我。俾個社會令我內向咗。係啦。即我工作啊，或者我要，即我要配合咯，我要變得外向啲，你明唔明？你明白我意思啊？即係好似一個，譬如我拿一個背心嚟做，可能其實我唔好試緊攞嚟支麥講嘅嘢，或者我要海選嘅時候要串人啊，或者要成，呢個唔係我平時做嘅嘢。但係因為呢個比賽，因為我要俾多啲人認識我，因為我覺得佢出到名之後，我先會去做呢樣嘢，夾硬做呢樣嘢咯。但其實我唔係咁咯，你明白嗎？即係呢樣嘢係。是個拳賽逼到我咁，但係會唔會因為你嘅怕醜，令到你 project 出嚟個 image 咧，令到人哋覺得你好內向？即係因為你怕醜，令到人哋更加覺得你內向。但係如果你撇咗除怕醜呢樣嘢，可能你係一個內向嘅。自然普通一個很自然的人或者新加坡那種就是我希望很多就是很 brand new 可能你那個小時候可能你欺人那些可能也有關係因為我小時候都是由小被人學到大我未學打拳的時候呢我都是小時候被人學即是成日都被人欺凌因為我本身生得細粒本身生得細粒瘦一點成日被人蝦那我被人蝦得多那變成人很沒自信呢那你就會覺得自己即係好渣啊！係揾到嗰個性格嗰個弱點喺邊度啦？好多個難啊！咁我點樣做咧？咁我嗰時就揾一啲強勢啲人俾我，咁我就同強勢啲人 friend。咁我咪，但係個唔好處都係我揾個強勢啲人，我揾個強勢啲嘅人 friend。咁其實只不過係我。都是要給他合但我現在選擇給一個人合並不是所有人合明白嗎那我就選擇給一個人合但我去到法國其實我不需要可能我去到某一個位機緣巧合那我認識了那我學了打拳那我學了打拳即是我 有機會學打拳我就發覺其實我可以在這件事上找到我自己的自信我不需要再去靠人咯咁我唔需要再揾人保護我咯，覺得我自己可以保護自己，覺得我自己喺呢樣嘢上面揾到我嘅自信，咁咪冇人再黑我咧。